们是第二处。今天是我们朋友琳娜的生日，我们有一个聚会祝贺她的生日。现在我们在酒肉馆卖她的礼品，琳娜真喜欢看书，我要买一本故事书，你们呢？她也喜欢穿漂亮的衣服。我想一下啊，我要送她一个连衣裙，你呢？今天是她的生日，当然我要送她一个好吃的蛋糕。好啊，我们去吧。这个礼品和蛋糕很重，我们应该去核实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喝完了。雪儿，现在是下一个八点，八点开聚会。好，我们去。我们要去门代绿载五人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请问我们八点能到吗？因为现在是7:50，你这边要到那边的时间不够，不够。为什么不能到？来不及，时间不够嘛。才剩下8:10，应该是不能够到。请问几点我们能到？差不多是25到30分钟的。好，师傅，谢谢您。你们学生到底在哪里？稀罕你。我们是国立大学的学生。现在我们学习，我们在语言学院学习汉语。你们学习汉语怎么样呢？师傅，汉语很难。是啊，写汉字不容易。现在门都到了，是8:15。你们来得及吗？师傅，打水费多少钱？照米德咯，10块钱。师傅，给你钱。OK。琳娜，祝你生日快乐！